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澳门。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探索这个美丽的城市，介绍十个必访的旅游景点。一、澳门塔。澳门塔是世界上最高的落脚伞，高达338米。它不仅是一个绝佳的观景点，还是一个极限运动的好去处，包括跳伞和悬崖攀岩。二、澳门葡京赌场。葡京赌场是澳门最具代表性的赌场之一，您可以在这里尝试各种博彩游戏，或欣赏葡京赌场的精美设计和豪华装修。三、大三巴牌坊。大三巴牌坊是澳门的标志性建筑，建于16世纪，是一个充满历史价值的地标。您可以在这里拍摄美丽的照片，并欣赏这座建筑的丰富文化意义。四、澳门威尼斯人。澳门威尼斯人是一个巨大的度假胜地，拥有大量的购物场所、餐厅和赌场，它还有一个以威尼斯为主题的室内运河系统，您可以在那里体验浪漫的意大利风情。五、关闸。关闸是澳门的主要口岸，也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景点，您可以在这里欣赏澳门的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的结合，还可以品尝到当地的美食和购物。六、澳门博物馆。澳门博物馆是一个探索澳门历史和文化的好去处，馆内展示了各种和澳门有关的展品，包括古董、文物和照片等，您可以在这里深入了解澳门的过去和现在。七、莲花口岸。莲花口岸是一个位于澳门和珠海之间的口岸，也是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景点，这里有高楼大厦、现代化的建筑和现代艺术作品，您可以在这里感受到澳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魅力。八、澳门半岛。澳门半岛是澳门的主要区域，也是一个充满历史和文化的地方，您可以在这里欣赏到各种风格迥异的建筑，包括传统葡萄牙建筑和现代化的高楼大厦。九、澳门科技大学。澳门科技大学是澳门唯一一所科技大学，也是一个现代化的景点，这里有各种先进的设备和技术，包括机器人和 3D 打印机，您可以在这里体验到最前沿的科技成果。十、澳门银河。澳门银河是一个大型的综合度假胜地，拥有5星级酒店、购物中心、餐厅和赌场等设施，这里还有一个室内主题公园，可以让您和家人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。以上就是十个必访的澳门旅游景点，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帮助您了解这个美丽城市的魅力。谢谢观看。